大家好，今天又来追溯一期这个机车，我刚买的就是人生中第一辆，机动摩托车，也是踏板125的。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就是说，自从这个机车，这个摩托车啊，踏板摩托车打不着火以后，我现在在，我家附近这个个人就是那个个人维修点啊，不是，就他原来他是主要经营电瓶车，然后维修电瓶车的，也附带修摩托车，所以他没有那么多专业的工具。但是呢，我已经修了7天了，放到那里放了有4天到5天，然后修了有2、3天，时间修的真他妈的长，不好意思，然后这还没修好，我就给了一些拆装费嘛，哈，这个是有必要的。然后到底什么原因呢？从前到后，而且还跟着他这个厂家的维修人员，按照他所说的一步一步去操作，也找不到原因，连原因都找不到。然后我在他的网站，因为我是在网上买的，我还评论了一下，我说你们这个车真是神车，对吧？坏了原因都找不到，原因是什么？就是打不着火，打不着火。一开始买来的时候，拧油门一松就熄火，一松就一熄火。后来他官方说，客服说把那个废气管堵住，然后也没有多大效果。但是呢，骑着骑着，就是在磨合期当中还可以，然后就出现磨合期一过，换了第二次机油，大小问题全部都来了。然后他的那个，就是装的那个射灯，灯不亮了。但是我原以为是电瓶没电了，但电瓶还是比较充足的，比较充足，不存在没电了。然后是不是磁电机不供电了？它的那个车的灯光非常弱，非常弱，也找不到原因，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磁电机里面的转子线圈我也没看。因为修车师傅说这不可能，因为他的火花塞还有点火线圈都是有火的，就火花塞有火的，然后各个线路也看了，电路也看了，油泵也是好的，喷油嘴也是好的，节气门都是好的，但是就是打不着火。然后这样连续修了2天，其实人家也搞烦了，对吧？然后我今天就把拖走了，拖回家。他那个维修人员，官方的维修人员，他说句心里话，就是钱搞到手了，他现在在推责任。因为我买的时候，他现在就是属于在保，他终身保障的，懂吗？所以说他，我问他要那些报销啊。就是付出去，就是支付给维修的那些报销啊，就是拆装费啊，他没报给我，因为现在还没修好，我只是问了他，他也没回答，这也是他们买车之前说好的。然后就是，现在真郁闷。其实我心里也知道，是不是要换一个车行？好，今天我又换了个车行。那是雅马哈专卖店，他的专业维修，他就告诉我，就是这个车电喷系统是垃圾的，是不能用的，你要换电喷系统，没有换的价值。这个就是燃油助力车，就是助力车拼装车，就组装的，所以说意思是说，要么你就回返厂，就是整车寄回去，然后去维修，要不然就报废，没有再更换的价值。其实讲这句话，这些话一讲，我心里也就明白，早就明白，心里是有数的。这个当时买的不就是图便宜嘛？但是也怪我自己，不应该在网上买的。所以说，给广大的一些车迷和摩托车迷，最好不要在网上买，真不方便，懂吧？很不方便，很不方便，而且血亏。那么现在的情况呢，就是说车子已经拿回来了，
但肯定是打不到火了。但是私下底下呢，我看着车子呢，外壳啊，一些一些里面的限速啊，确实是新的。但是呢，限速那个线啊，确实是劣质的，扳几下就裂了。还有那个发动机盖也不是全新的，就是他们那个就是说句懂摩托车的，就是那些江苏无锡啊生产小车的生产那个小作坊的那种车啊，真不要去买，真的不要去买。就像现在的抖音啊网就是快手啊上面经常播放的那些江苏无锡啊还有等地方生产的那种摩托车，小地方生产摩托车，劝大家真的不能买，特别是在网上，不要在网上买。如果是真的有必要，他附近，比如说他们本地的，那购买没有关系，很方便，他们有维修，到厂里就维修。我们在外地的，千万不要在那个厂里面买，也不要在网上买，他们那边厂全部都是组装的，就是说他们底下的供应商嘛，然后负责发动机啊、线圈啊、线束啊，还有灯呐、啊，哎，他只是一个组装厂，懂吗？摩托车组装厂，然后他哪一部分坏了，他还要去联系供应商来给他回复，这样的话，那我们就不划算了，所以说。再不要在网上买，更不要在江苏买车。江苏全是劣质产品生产的摩托车，就是那些小地方，比如快手，什么马大姐啊，快手那些无锡啊、镇江啊，或者是哪个地方生产的，经常会播那种生产那种摩托车，不要买，这真的很垃圾，而且他们的电喷已经。在我们这里，很多维修师傅一看，这个电喷根本都不能用，就这么直接说的。所以说，便宜没好货，一分钱一分货，确实是这样，懂吗？所以也不能贪图便宜。第二呢，买之前呢，也不要在网上，更不要在网上买，最好到实体店，一定要到实体店去买，一定要到实体店去买，这样钱不会白白的浪费啊。这个。网上这些东西啊，取代不了实体，懂吗？最终还是取代不了实体，只能提供方便，只能给实体做辅助。所以说，像这些大件、生活用的大件，比较贵的，几千几万的，还是要在实体店去买，不要在网上去淘了，懂吧？这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因为它淘宝也是一个。也是无赖，他只顾自己，什么7天维权，出了7天维权，你厂家他不会介入了，你投诉也没有用。所以说你在他那里买，你必须要在线下买，线下而且必须要在他的本地，那可以。你坏之后你可以到他厂里返修，但我们外地，就最好不要在网上买，而且更不要再买江苏这些摩托车了。太垃圾，太垃圾！他们全是组装的，它的发动机还是浙江金浪的，就是江浙这一块啊生产的一些。为什么江苏、浙江有钱？他们全是做那些伪劣的，就是劣质的东西慢慢做上来的，你们要懂，懂吗？所以说有钱还是要买进口的，大贸的，或者是小贸的，或者是合资的，最多最多合资的。其他一律不能买。这次我真的感受颇深呐，懂吧？江苏、浙江那一带摩托车发动机很差很差，根本不能买。就算它的价格高，它也生产不出来那些好的摩托车、好的发动机和有好的电喷，懂吗？没有好的电喷，没有好的发动机。就包括什么台荣300探路者，包括还有台荣 T10、T9，还有那些江苏、无锡、镇江，还有那些
专门生产那些在快手上播出来给你们看的那些生产线，摩托生产线全都是组装的，就是它来它成本低嘛，它才能赚到钱嘛，对吧？所以它供应商全都是产品都是劣质的，从周围那些小生产商，就浙江还有江苏那些小生产商，然后供应过来的，然后他进行组装，懂吧？所以那种摩托车真的不要买，如果要买的话，他们本地的比我们划算，出了问题他们可以到厂里返修，懂吧？现在这个情况就是售后，我说最好的方法也是情理之中的方法，是我把车寄回原厂给你们返修，他而且我是在保，在保的话该兑现的你是要兑现的，因为三个月嘛，才骑了三个月，这是很正常的。他客服说什么因为什么路途遥远，油费过高，然后我说我可以付一半，他都不愿意，他现在在推脱责任，所以我下一步肯定要打这个地方无锡315，我要投诉，因为在网上评论区也不止一个，懂吗？他这个摩托车是非常危险的，踏板车骑着在马路上自动熄火，在加速的过程中，它就存在，新车就存在这样的，所以说它不是一个摩托车，它只是一个组装125排量，然后电喷是不能要的电喷作为配用给你上牌用的劣质的发动机，这来源于浙江劣质的发动机生产的组装起来的一台小排量国四电喷车，所以说它这个就是燃油车。而且以后大家要记得，江苏浙江他们是合伙在出生产出劣质发动机，懂吗？不，我不知道其他的用户，但是他们两个地方地缘在摩托车上联手都是供应的都是劣质的产品，希望不要相信这两个地方的这个东西，是质量是差的又差，因为很显然他们就在搞钱，懂吧？卖出去成本很低很低，利润暴利，所以说这种地方的车下次就不要去买，特别是江苏无锡啊，或者就是包括江苏和浙江，就是这两个地，你不然你看那什么台荣啊，什么什么浙江生产的台荣发动机全都是垃圾，全都是垃圾。评论上我的一个朋友他还直接换了个发动机，骑了一个月，浙江全都是垃圾劣质的。他们不是聪明，他们是做，是我们是以正面题材就告诫人们，他们不是聪明，不是说浙江人做生意经，没有马云这样说就扇他的嘴，好了吗？他们全是做垃圾做出来，劣质的做出来的，懂吧？他们不是说一分钱一分好，他们首先这个点位就是很低，懂不懂？点位就是很低，所以他做不出来什么好的发动机电喷，没有，根本没有。如果你要说电喷好发动机好，那大家很显然大冒。就回过头，日本发到四大车系发动机给你生产模仿都模仿不出来，所以说大家以后不要相信什么生意经在什么江苏啊浙江啊会做生意啊，他们用的全部都是低劣的产品赚取暴利，懂吗？这就是你中国制造核心的部分，毒瘤就在这两个省，毒瘤要把它挖出来。所以说很多行业，家电行业大家都明白，全中国都明白，就是在这两个地方毒瘤。所以说我是比较气愤的，他们，我只是一个消费者，他们是厂家，他们是，对吧？胳膊，他们是大腿，我是胳膊，我拧不过他们，对吧？所以这些厂家的商人黑心的一逼，你看那些台荣还有脸出来卖大踏板，还卖2万多，欺负就赚那些傻逼，
相信什么国产，像就像足球一样，你相信就是一个坑，它研制不出来好的发动机。就像我刚才说的，还是中国那么多研究生为什么没有那种研发精神呢？他们都想搞钱，他们说我不搞钱不是傻逼吗？所以说像这种情况，有点钱存点钱买日本进口的，中国也就这样，懂吗？所以说这件事现在的情况，我就等待客服，我仍然还是要找你厂家，因为我只骑了三个月，如果骑了半年一年，我直接拉过去报废了，对吧？所以说没得好商量的，只有继续找这个客服，然后看厂家是怎么说。因为现在我不可能再挪车到别的地方去修了，因为人家师傅说，第一他不愿意修，第二没有价值，第三也修不好，也没有时间去修，给我的回复就这样。所以说没有的选择，要么就返修，要么就返厂，懂吗？所以这期的视频也就告诉这个我现在摩托车的一个进展情况，然后有什么变化我会做下一期视频来继续分享，谢谢大家。